现鱼雷噪音。编队刚抵达训练海域，就发现不明水虾目标，对前作战随即展开。看到发现什么？发生。扬州舰水声系统锁定水下目标后，连续发射数枚火箭深弹进行打击。发现末指导雷达信号，干扰弹发射。面对空中来袭导弹信号，编队迅速组成对空防御队形。同时，编队再次收到敌舰威胁通报，扬州舰主炮快速锁定目标。雷达跟着好，放。是实弹射击过程中，我们准确捕获跟踪目标，精准进行射击修正，最终取得集成靶标的战果。在为期两天的训练中，编队面对突如其来的空中、水面和水下敌情，各舰全程保持高度戒备，先后完成多型武器实弹射击训练。此次海上训练，我们紧贴使命任务，突出实战条件，围绕部队核心战略的多个科目进行专攻精练，练强指挥能力，练好战斗本领，